这个酷冰沙，哎，我自己的。酷冰沙，我的是抹茶红豆口味的，我的是 Oreo 拿铁，拿铁加 Oreo。对啊，那会不会有饼干？好像有哎，有啊，里面有饼干哦。它中间有个洞哎，有一个洞。你们去全家，全家的时候啊，店员你买这个的时候，他就会问说你要加牛奶还是加拿铁，要加咖啡还是加牛奶呢？然后他就会免费帮你加，对，然后是加热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加热牛奶，我们刚微波好喽。好，我先好了，滑倒进去哦。满了，好，这样就好。然后。好酷哦 OK 然后我们要来喝汤，是不是要搅拌搅拌？是吗？应该是哦。所以我们要把它搅拌吗？这有红豆吗？下面我应该要把它这样搅搅，它下面还有那个有蜜红豆，还有蜜红豆。对啊，蜜红豆，感觉你的料很丰富。我的红豆是整颗的哦，你看，整颗的。好，我好了，你好了吗？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我要把它盖起来。好，对，我要来喝哦。红豆。哎，好好喝哦！你的好喝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个表情呢？因为我在想，我咬的是饼干还是巧克力？那我来帮你看看，我来吃吃看。好像是巧克力，我有一粒一粒的巧克力。嗯，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对，是巧克力，我喝不是饼干。嗯，好喝，我喝看你的抹茶哦，但它不是苦的。嗯，对吗？它是牛奶奶牛奶抹茶，这个你也可以接受的，对，因为它甜的，对啊，它甜，红豆好颗、哦，好像每口都会有红豆，对耶，好颗哦，我觉得很赞哎，这超方便的，就是你只要拿买好，店员帮你加，帮你加热，再加完牛奶或是 coffee， 选择一个，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买咖啡，对，所以你们可以去试试看看。然后我觉得加牛奶蛮好喝的，嗯，加咖啡应该也不错，嗯，加咖啡应该会更红拿铁的感觉，对吗？嗯，好喝好喝，真的很消暑，嗯，而且超方便的。这就是全家酷冰沙，我的是抹茶红豆冰沙，这是 Oreo 拿铁，好喝，赞赞赞！我觉得他推这个很 OK， 耶，嗯，而且是我第一次喝，而且他会免费帮你加，超 nice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哦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